时间过得可真快呀，又到周末了，我要装点零食出去玩。对了，爸爸，嗯，你有没有觉得我小包上好像少点啥？少点啥？我没看出来呀。是我那个草莓熊绒豆都不见了，它去哪儿了？草莓熊绒豆豆？对呀、啊。你上次拿回来之后好像没有做吧，乖？哎呦，还真是哈，我这两天一直忙着复习功课，都把这件事给忘了。爸爸，快拿过来，我现在做一下。行。给宝贝拿来了。哦，我要赶快制作好，挂到我的小包上。草莓熊我们已经制作完成啦，大家看一下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制作第二个。第二个也制作完成啦，妈妈你看是不是非常的有成就感？确实很棒，宝贝。绒豆豆呢有好多个，我要把它们全部都集齐，像图片这样子摆到我的秘密基地里。你慢慢奇怪，但是妈妈话说回来了，你现在有两个，送我一个呗。不舍得、哎。这个送给你。好，谢谢宝贝。不客气。我把这个草莓熊挂到了我的背包上，我要出去玩喽。拜拜。